些各场次的这些综合的意见呢、啊，会在9月25日全国的各区的总统里面呢、啊，会充分的反映在未来的高教发展的政策。所以每一位伙伴，您所关心的，尤其在大家互动过程当中所形成的这些共同的这些意见呢、啊，应该未来会深刻的去影响台湾未来高教到7到10年的发展。是一个目前的现象，就是重论文的产出，那么轻教学。那假设大学设立的目的，学生是主体的话，那么学生在他在求学的过程，在一些基础教育的过程，